係終於可以喺現場睇到總決賽 Game Six 嘅賽事啊！好有可能佢哋今晚會奪冠。喂 ，Hoop Structure 嘅觀眾大家好啊！我係 Low Kings 啊！咁大家見到我著住呢件衫同埋，哇！我呢個背景係啊，即係雖然我係敵對啊，今日啊，即係終於啊！自己支持咗三年嘅 P League 啦，都已經可以喺現場睇到，仲要係睇到佢總決賽 Game Six 嘅賽事啊！好有可能佢哋今晚會奪冠添。咁其實今晚咧就係呢個國王啦，體育士咁樣，相信可能自己睇翻段片都知道自己勁緊張啊，真係急不及待啊！真係完全係本身都好睇好多台灣波，由即係 HBL 啊、大專又好，定而家即係職業化嘅 P League 都好，香港修頓就睇得多啦。唔知去到台灣嘅一啲大球場度睇波會係咩感覺呢？咁一大家睇下。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記住喺下面留言、like 同埋 share、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我哋即刻帶大家睇下呢個和平體育館入面有啲咩啦。入咗嚟已經直接成為咗傭迷啦。賽前有個小遊戲啦，就係你可以揀首位投進三分球嘅勇士球員啦。係啊，到底係邊個？自己覺得孔凱姐係大機會啲嘅，但其實連正選都未知係邊個，因為許總成日都變陣咯。不過我都會放咗孔凱姐。十一號 ，CJ 啊，今日 ，Miss Johnson。好，我即管睇下。練習球衣買，短袖 T 買。好啦，支件系卖晒，拖都卖，呢啲钱都系要使。先唔好理我着住咩衫。咁我哋啱啱玩完游戏，可以抽一次大轮盘，睇下佢抽到啲咩先。蓝色啊，睇有啲咩先。听讲蓝色最正嘅，所以我哋睇下粉红色有啲咩先。系啲护肤品，打波劲关事啊，一定要。藍色哇，藍色真係好多嘢喎！藍色頭先有個口罩，有個勇士嘅 Canada， 有個佢個吉祥物，仲有呢兩個唔知嘅開唔到封嘅。志杰，我哋坐呢個 A2 區啊，好近嘅位啊，依門睇下。我都係著藍色嘅，哇！尷尬，冇嘢，加油！扮同希哥又合照。師姐。搶咗個 Chris Johnson 射過嚟嘅禮物 ，Chris Johnson。
中場出去買嘢食，三條腸100蚊。係。你此世界已經年輕。睇下未？三分幾鐘已經俾定啲 shit 嘢喎，準備一間我要幫手掉出嚟。大家睇下今日拎到嘅戰利品，啲衫就自己買嘅，係啲奇嘅。呢個 Chris Johnson 掉俾我嘅咧，係啦，毛巾啦，有個啤牌啦，有12個人咧，但有一個係、今日選波嘅林書偉啊，係，但係都出現咗喺度。係其他拉拉成啦，卡皮卡啦，正。好，如大家所料啦，決賽恭喜富邦同事。三年
霸冠軍啊，係。對我嚟講，睇完呢個總決賽咧，真係好似化咗妝咁，即係大家好似即刻做咗成年人啦。我都好多嘢講啦，一嚟哇，自己可以係咁近啊，真係好似即係近到好似修頓前後面嗰幾排都冇咁近嘅賽事，即係個位啊都可以睇到呢場比賽咁勁正啦。咁特別重要係其實有啲球員啦，譬如周桂宇啊、孔柴寫啊嗰啲，其實佢哋都會係你差唔多年紀之後睇出佢哇由中學啦大專之後打到而家職業，佢哋今日都有好好嘅表現啦。其實其他隊都有嘅。對於籃球員嚟講，喺個咁大嘅舞台度表演咧，真係一件即係可能對佢嚟講係更加夢寐以求嘅事啦。所以都係超正。咁特別咧，係今日喺呢個勇士嘅主場之下咧 ，even 自己中意國王都好咧，其實即係個氣氛真係好勁，佢哋嘅比賽啊、嗌啊，就算國王入波咧，自己都嗌都係冇聲嘅，都係俾你覆蓋曬，完全係真係主場咁樣咯。但係佢哋係一個台灣嚟嘅。所以他們即看球的氣氛呢是真的很好，即自己在香港都看過很多大型的賽事啦，手上咁都 OK 的，但是可能始終台灣的場大一點，所以都會感覺上會更加澎湃一點，你會即譬如如果在主場看球我一定覺得會更加正。咁希望啦，其實遲啲香港啦，即使其實 PD 都係一個自己搞私人啦，同埋商業化嘅比賽，其實我自己都希望香港可以有呢啲即係多啲人關注啊，或者係大型嘅賽事發生啦，令到多啲人更加去中意即係籃球，或者可能多啲球員可以有機會去喺個舞台度表現自己咁樣，咁都好希望見到香港嘅人，咁就都自己都好開心啦，中意咗台灣籃球咁耐，睇住 PD 咁耐，哇！然後而家搞到咁大，仲要可以自己睇到 final 添，真係 crazy！ 咁中意呢條片嘅你哋咧，咁就記住 like 啦、subscribe 同埋 comment， 係啦，咁 share 我哋條片出嚟，係啦，咁有啲咩咧都可以下面留低同我講，係啦，咁啊下次再見啦，拜拜。球是哇，連續兩個球員啊，阿巴西，哇，這邊第一步的切入。你學自己打波嘅，結果你淨係學埋啲人。冇啊，啲台灣嘢勁難練咯，自己練都唔係好知練到啲咩咁，可能真係要人教。咁你唔知道咩？嚟緊暑假會有兩位嘅台灣教練嚟到香港，安排咗一個台式嘅訓練班啊。郭生小，兩位啊，嚟自台灣嘅教練來頭一啲都唔細啊，包括教過台灣職業籃球隊嘅阿巴西同埋林碧勝添啊。想暑假進步的你一定不可以錯過今次的台式訓練，眼前記住去到我們的 IG 看，到時見，最多手拳。